大家好，我是宁泽涛。可能受关注度更多一些，觉得有点不适应吧自己，然后希望能多关注赛场上的我，生活方面还像以前一样，然后不忘初心，踏踏实实做好每一天，做好每一步。将来目标希望能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有所突破吧，然后希望能站上领奖台。男人不管怎么样，最重要一点就是孝顺父母吧，孝顺长辈，我觉得最重要。不管是从儿时还是到以后40、50岁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睿智、风范、魅力，L曼与你在一起。